哦，何来的？因为我怕，一点怕，我一点怕哎。
糖的嘛，传统补品。我怎么呢？那边妈妈呢？哎呀，去！那边妈妈去去。往这边拉，往这边拉。我要搞豆，要搞冰箱。这个是啊，你小车来呀，还是多车？都跟马脚像八掌鱼的这个，你看这样子的。嗯。你有看到啊？多少钱？这个两个两块四。嗯。我买两个。多少钱？不错。排单，我有排。这边排啊，好吃再吃。好吃吧？
有龙头，它有龙尾，色系很美。来看看。哦，裹条面呢？啊，花儿要裹条面呢。吃的吧？啊，吃的，吃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煎蛋。然后这个是炸鸡。啊，炸鸡。啊，给看看。那行。啊，炸鸡。要不要？不要。这个呢？煎蛋，煎蛋。啊，蛋呢？蛋一个。炸鸡了，炸鸡也一个了。炸鸡一个。鸡腿，随便了。OK。这个是白饭是吧？这个是米粉，米粉。哎，只要有吃辣椒吗？啊，有吃，有吃。这个是米粉。哦，这个米粉，哎。OK 了，放这个。OK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蛋。啊，卤蛋，哦，卤蛋，看一下可以吗？哦，卤蛋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咖喱鸡，哦，咖喱鸡，哇，咖喱鸡，什么什么？不要了，不要，放点咖喱汁了，这个淋咖喱汁，啊，对，三百元，啊，三百元一点了，嗯 ，OK。我们叫了一个金鸡的炒粿条面，然后一个鸡腿，一个煎蛋，还有虾，还有三杯。来来来，对，试试看啊，它炸鸡好像还蛮烧烧的样子。沙沙兰的椰浆饭，那是椰浆饭，粿条，粿条面，这不是粿条，看到饭了，好像椰浆饭嘛，这个是饭啊，只是面罢了，这刚才 ingredients 一样吗？嗯OK 啊，口感很好。OK 啊，口感它的炸鸡很好吃。嗯。喵。来给来给来。哇。它炸鸡蛮烫口的，来吃来吃。没有人会打的。
Dalam 200 meter, belok ke kiri. Belok. Sungai Janggu.
贵吗？好像是在里面的，有车哦，很多车，后面的，对。抽那个海味啊。我喜欢这个地方。哇，你看那个鸟，很少看到哦，几多啊？你看那鱼，那什么鱼啊？头鳝啊？头鳝啊？什么头鳝？那个海边那里头鳝。哎，这个什么鱼来的？什么鱼来的 ？Mud skipper 啊 ？Mud 啊 ？MUD 是吧？泥啦。这是菜胆清炒，菜胆，那菜怎么炒？这是泰式豆腐。它豆腐炸得很香，很软，它不像那种绿硬豆腐，是很软那种。它豆腐好吃的。菜胆的。这个菜胆也不错啦，蛮好吃的，觉得。清炒啊，蒜头啊。啊，是清炒蒜头的。还有那个水带金火锅，你不吃那个臭豆吗？黑胡椒。哎呀！哇，来，来吧。这是家乡真土鱼。香了吗？它是一个品种，来，切开一下，看一下鱼肉，它是姜精啊，其实。糖啊，很软。
好吃吗？嗯，好嚼，好吃，好味道，好味道哦，还有一点辣，好有的，有的，最主要是那鱼要新鲜的。